注意要按照正确的时间、正确的这种剂量啊、正确的这个疗程，按照医嘱来规范的服药。然后还要注意观察服药期间有没有什么不良反应啊，比如说有没有过敏啊，比如说有没有就是出现一些胃肠道的不舒服，有没有拉肚子呀、胃不舒服呀、食欲不振呀这些情况。另外还要观察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不良反应，包括心脏呀，包括其他的，很多不良反应都有可能会出现。还要注意呢，就是服药以后呢，要跟家人啊，要注意避免交叉感染，要分餐，要勤洗手啊，餐具消毒啊这些。然后家里人也可以进行幽门螺杆菌的检测，如果有的话，也可以同时去进行治疗。在服药期间，如果说出现过敏或者其他的严重的不良反应的话，